外表遐有钱，有钱啊，像迄种器材，就我有甲看，是讲较早阮遮就是，遮一个学，遮一个学，遮一个，拢开始，拢足济嘛。即摆才豆啊，甲吞，甲吞吞吞吞吞，遐就闭一针，闭一针安尼啦，啊，即种大家全部在哭。即较早即种卖惨啊，即摆即卖做起来，草地三十年前才开始继承下线。迄阵三十年前，遐就是拢规，阮遮拢全部拢清一色拢饲满，养鳗鱼啊。啊，鳗鱼就是一定爱清水啊。啊，因咧拍深啊，因咧籽拢泡落到底，拢七八十吨的。因咧，啊你若一条鳗，一窟就是一支籽，一窟就是一支籽的，安尼抽在海水内咧，寄生虾现在还两条。我记得遮寄生虾现可能我头一两公尺，伊即马海底水位已经，你若要讲好了话，咱遮一节拢过比咱这陆地较悬。伊啊，什么经济歹，从来拢过迄满拢无饲嘛，啊，就改用饲，即摆换变饲咸水个。乌鱼是即摆只草有啦，刚草有六七年前才才开始养，即无几年才开始饲尔。即会使拢二十四小时拢伫遮啦。我平常时拢嘛只咧睏啊，啊，我拢中昼是等去食饭食食，我来往来食。普通像阮即款，阮咧做即款是因为你。恁的工作就一只啦，咱厝的较无遐紧啦。厝的阵后食饭啦，从啥物地安尼尔嘞，啊，普通拢嘛一只较侪啦。啊，伊暗时就拢九点外开始过啦，拢到天要光拢一只。总都系怎啊讲的嘛？是啊，听有，啊，但是你要讲来讲啥物？逐天我拢买只来只球，行到去钓遐，咱普通中午拢一只手，啊，即摆先一手一双，即右手这手也不，啊，也不，我是下骹只拢要行，咱要拢无要参照图状态，对吧？啊，种就是这些是要一只手啊，也无可能。即摆算有较改善啦，嘛只讲一个中央，就是一家人个爽个，是讲中一家人即个做咱即个生意个，即摆家己个心嘛都不错。即个饲，即是较快活，因为伊咧饲了，拢用自动个分担嘛，你若饲了，就来家己分担。我即下暗时拢差不多。日头，那日头算日头落啦，到日头落嘞，我开始就饲啊，啊就分啊就分分啊到早起啊，到日头要出去来啊。这是迄个古水性的厝的啦，爱看咱袂使把遮食电啊，这是饲啊，这算饲啊顶面，爱着起来捡啊，啊咱较有空这饲啊，因为有遮无遮咱会知影。啊你若订迄款吼，你是毋是水底有啥物件毋知？啊，即款较有控制，啊水较袂歹，水较袂污染。啊，伊要困了无？我开一下咧炖咧看卖，快炖。要来抓要死鱼啊！要搞迄个，迄有受伤的啦，腿有受伤啦。啊，你若无搞起来，内底会怎么看到底会怎样？我拢若有拢嘛，有看到拢爱搞掉。差不多一米六是一米七，差不多五台尺。这种皮肤啊，皮肤受伤啊，一只这个皮肤伤到呢，这种就皮肤啊。伊迄是乌鱼子的物件，就是伫咧破乌鱼子尔，无其他无啥物啦。这乌鱼子要破迄阵，下要破迄阵，你得啊，再看你要啥物时阵要破，迄爱抓迄时间。算还未到，还不到成熟的时候，你甲抬起，迄个乌鱼子都不够重啊，佫超过时间一过。
伊阁无害，阁变作油气，就是咧惊惊安尼。迄好个甲歹个差不多半钱，差到一半。你 A 字甲 B 字甲 C 字无同。你安尼讲，一般是 A 字，迄是讲八九百，还是迄款？啊，你若次字个就无咯，就剩头500多，啊，阁 C 字个就剩头300多安尼，迄份长。干那只叫出来是安尼，迄份是 A 字、B 字、C 字安尼，八一级一级八字。唔是讲有些人逐拢变钱的，你好学会字吼，起来你干你会定定啊，啊你若较歹，你干你学会字会走来走去啊，伊内底就变有油，里面有油脂，啊个色迄颜色就无同，迄好学会字起来，敢若像蛋黄着，迄色字，啊即款你若较歹，就佫较红哦，都佫另外一种色字就佫无，你看起来咱就家看得出。你饲的人，你饲爱赞，再到你乌鸡的成熟度拄啊好啊，破起来凶，刺激品都袂遐济啊。所以我头一当就是咧惊，甲我叫人去会经验，较好个啦。啊，咱管两家来饲啊。啊，即摆饲到遮无要紧哦，因为阮拢差不多，只若点要九点，我拢头四工吼，就爱甲掠起来抬看个鸡花。太好乱啦！成熟度到偌济，就爱四工就爱看，你袂使超过。你若话拢较慢个，讲一礼拜了，伊就迄时间两三时间过了，就还阁加饲一冬啊。你第二冬你若袂看见，你就爱饲三冬哦，就爱饲第三冬啊。第三冬你就爱阁是加上补，加管理啊。无人补充三两冬，一冬就是几块钱块。阮咧饲的即款乌鱼子哦，事实是拢归因遮咧做乌鱼子的遮即个中盘商哦，专介绍到认识的，啊，事实因咧袂介绍无落啦。因像因去摕去台北人迄款，我伫我这因迄款咧介绍，因袂去介绍拢无变啦。是因遮咧做乌鱼子的介绍到认咧安尼啊。乌鱼子也袂人少人咧放的时候，就敢若一台斤就800外咯。啊，即摆大家就是落去市场饲起来，伊个量济，就是生意人来控制掉嘞，然后就改写到剩600，但本钱就无呢。啊，迄落乌鱼，如果乌鱼吼，伊个坑哦，一大斤才十块银，10块呢。这两三单大家都看袂好嘛，迄市就一定了钱啊，袂趁钱啊。我咧饲一包饲了才300几块啊，啊，即摆一包。即马今年只一包700几了啊，已经敢饲了，成本就加一倍起来啊。啊，所以我即马大家都不愿饲啊。你，阮也毋饲，你看咧，你也留无阮的办法啦。啊，你只源，你拍乌鱼子的只物件，你也无替人提，因为即马野生的无啊，少啊。阮也一公斤600，啊，去年就我今年开变75了啊。啊，今年就伊要搞买8000，开始讲要买800啊。伊知影量无啊。即摆你放你看，我嘛到65只，像恁像恁即摆30-40人要养做这个，太辛苦了。哎，反正想到怎啊，时间怎啊割掉的啊？另外个风险大，无保险啦。阮这深圳来做红头大水，阮这拢出来等的。我迄年迄个，只乌鱼哦，5000几尾，走啊剩100几尾，啊结果是我的乌鱼走去哦。啊，人迄边啊，饲有五个鱼哦，我的乌鱼走出去，伊五个鱼走着我的，我走着我裤内底，拿5000几斤的迄个红红五个鱼，啊，一斤五个鱼卖15块，迄食无够饲料钱啊，我讲饲料只买起来无够饲料钱，啊，干了，哎，乌鱼五六千，要落了30-40万鱼啊，你那农产品那个咧，该补助的稻啊、豆子啊，啥物款哦，迄像迄个。高丽菜啥物无，伊会甲侬拍来讲，前日过来，我再去水产无咧解决。大家拢袂全收起来，我爱饲哦，成本悬，袂好啦。你一尾，你若饲两冬，一尾爱带头1-200块啊，成本啊，啊你10万尾就爱1-200万咯嘞，成本足悬的嘞。七种车你若去百几万嘞啊，即摆阮囝都叫我卖养咯，叫我卖做咯。是那像讲，踮在敢那像咧养老安尼啊。那就做消遣安尼啦，结果咧三冬了，头啊，拢无人饲啊。我这嘛是今年饲，明年搁饲，我也要收起来，我饲啊，袂好，差不多啊。我65岁了，我有领迄落国民迄种老农年金，我。